老板您好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陶思怡，我今年23岁，我身高1.72米，我体重55公斤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还没结婚，我的加油，我个人，我家在新安省。我想来台湾上班赚钱，我不怕辛苦。我介绍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